选炸弹开花。因为有穿帮的风险嘛，对不对？第二次比较容易被观众抢到，但是我是一个厉害的魔术师，因为第二次是没有问题的，而且我还要增加难度啊，增加难度，待会会这样哦，我会背对背对。我说一，你们说二，三二来，一、二、三 ，Go！ 哇，风往后面吹啊哈，来，哇，好，小朋友不要在舞台，选炸弹开花。开始就没有在看过空中表演，这是我们乡下走错，也是唯一的地方有空中表演的地方。今天的空中的表演节目到此结束，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9号，每天的下午3点都会有一场表演。